喂，爸，我找到工作了，今天老板请吃饭呢，你看。花花，你找到工作就好，我正为你的学费发愁呢。前几天打零工挣300，这不，你妈又病了，钱一下又没了。唉，都怪老爸没本事。你要生在有钱人家就好了。爸，妈身体不好，家里要经常买肉吃。要是没钱，我等会给你转。这钱你拿去用吧。不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有手有脚，每个人的钱都是来之不易的。拿着吧，等你大学毕业后再还我，这下可以吧？妹妹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在我们这里做服务员吧，5000块钱一个月，等你开学了再回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妹妹，生活虽苦，我们笑着面对。